现在就是让这位悲伤的人来。来，爽爽。不要悲伤。你自己告诉别人我是为什么骂哭你，是不是你的问题？不要说这件事情。那你自己说的呀，你自己说。你我迟到。你走过来啊。你过去，过去，过去，过去。等一下。爽爽。咋了你啊？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为什么？你要这么说吗？对，我就这么说。你手机呢？我给你拿。没有，全不用的。哦，不用的。就是，你过来。我怕我情绪失控，我不想跟你联系。来吧，你说。长大了要坚强。你已经是家里的老二了，如果我在外面出事怎么办呢？呸呸呸！不要说了。呸呸呸！可不能这么说。好，来吧，老二去吧。过来，我这边好看。怎么说呢？我真的说不出来。不行，说不出来也要说。坚强。好残忍的一个女的。我的鼻涕。你把麦拿远一点。快，你拿个粉笔啊，郭爽。救命。我觉得我像个孔雀，为什么？你开屏了，人家开屏都是为了求，我是为了保护二妞子。对的，啊，好了，谢谢你，没关系，大姐。男朋友好贴心。哎，别补了，你先说吧你。扇我一巴掌！我想愤怒一下。可以都扇吗？可以，大家都扇。对。把你的那个鼻孔收一下。好。反正就是因为太熟了，反而不知道说些什么，感觉很多话都在私底下说了很多。然后我也经常被你照顾着，你会担心我。会担心，怎么反反应？想跟我呼吸了，等一下，你要不先跟我笑两声？哎，没事吧？我笑岔气儿了。Respect 大姐。你穿着公主的衣服呢，要不然我不让你讲了吧，我怕等一下。好了，你会。到底是怎么了？什么情况？Sorry， 见笑了，让大家见笑了。啊！删了？不会吧？哦，没有没有。会担心我，会担心我有没有吃饱，会担心我一个人会不会难过，所以你就经常来我的房间找我，抓我出去吃饭，然后我不跟你出去，你还会跟我生气。然后呢，说实话，你去亲你的时候，我都怕你回来，就是会跟我们渐行渐远。但是我们杨姐呢，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。然后就是感觉比以前会更加照顾我，然后不管是心灵上、身体上还是事业上，就是全方位发展的那种。然后呢，就是我都不知道，说到有点戳我点的事情，我就是说不出口。然后别笑。
你如果需要我，我就开始笑。谢谢你，永远尊敬你，我的大哥。刚刚不是大姐吗？雌雄同体。然后 ，OK， 谢谢你，就是，对，也谢谢你给我这，爸爸要笑裂了，就是，谢谢你给我这次机会让我可以表演，就是在团的这几年生日也，谢谢你一直在我旁边陪我度过，然后就是想跟你说句谢谢，谢谢你。没了吧？我能不能不说了？可以啊，难受就不说了。笑得抽筋了，哎呦，因为啊，好，这下平静了，我再说一点。就是因为杨姐，因为他们，哎，那个蒋淑婷，还有你，就他们老是，还有袁一杰，就老是那个信里面，就全都是我的名字，是因为。哦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你确实比较喜欢我吧，然后可能是因为我比较更容易脆弱，然后杨姐就会更照顾我的情绪。其实是因为你哭的最多。对，我记得很爱哭。之前我们不是有一个阿星拍的那种胶片，然后杨姐抱着我在哭，我在擦眼泪，然后他们就笑着比耶，然后那一次反正我每次哭的时候就会抱着哭，因为我想着他们快毕业了，然后就很怕他们离开我。没有啊，对，没想到约这么长吧。然后，对，就很感，就我刚来的时候也是杨姐、阿星照顾我，然后到现在也很照顾我。然后，好了，我说完了。好。父母爱情，我来守护。